重庆云阳龙岗被旅行者称为长江三峡最后的香格里拉，被户外爱好者誉为重庆版的小华山。云阳龙岗位于中国重庆市云阳县境内，集天坑、峡谷、溶洞、高山草场、森林、土家风情于一体。主要景点有龙岗天坑、云端廊桥、溶洞风光、龙窟峡、岐山草场、标草古长城、祁阳关古道遗址、盖下坝湖泊等。其中龙岗天坑深335米，居全国第三、世界第五。龙岗天坑的坑壁由峭壁拱成，倾斜幅度近90度，这种直上直下的形态在世界上极为罕见，享有天下第一岗的美誉。云阳龙岗风景区建在海拔1010米高悬崖上的云端廊桥，以天空之画的花瓣作为造型，廊桥上可以720度欣赏周边美景。其悬挑长度26.68米，廊桥距离地面高度718米。云阳龙岗景区内地貌奇特，溶洞密布，奇峰怪石，石笋摩天，雄险峻秀，千姿百态，多彩多姿，是自然科学的博物馆，地质景观的大观园。龙岗四季景色各异，春之花草，夏之飞瀑，秋之红叶，冬之白雪，无不令人为之叫绝。